我认为打造品牌的重要性就在于让企业能够长期发展的核心价值，给消费者的品牌承诺，以及找到和消费者沟通最有效的语言。顺天堂集团经营到今年已经迈向第75年了，我们一直把研发出最高品质的产品视为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，这也的确让顺天堂在过去受到医师使用者的认可。而为了因应不同时代的市场需求，也希望将中医药的智慧推广给更多人知道。近年来，集团开始积极推动从 B2B 到 B2C 的市场转型，开发多元产品，直接面对 end user 的终端消费者。这也是我们在2年前参加品牌药费计划的主要原因。另外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，透过这个计划，我们重新检视了企业的经营理念与核心价值，定出更明确的品牌承诺与品牌定位。透过与顾问的互动和讨论，经营团队成员有了一致的方向和理念，在未来对内对外的沟通上，就能更有效率的累积品牌力。我想，这个重新检视品牌的过程，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我们参与品牌药费计划十分重要的经验与收获。